广告。广告。腾讯视频里 QQ com 很抱歉，由于版权限制，您所在的地区暂时无法播放该视频，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，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。立即下载。错误码 61109300801156C0B4D17E2B3D90F4立方厘米7020， 我要反馈播放下一集 0.0 点直播。零点弹幕字适应倍速 0.5x1.0x1.25x1.5x2.0x 倍速播放，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。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，广告 50%75%100%ADS00273.2T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宽高音量 50% 视频协议 CDN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帧数错误码 61101303.1 版本号 3.4.37 2018 年8月28日10:05:04播放流水 E509C0903982663B4D17E2B3D90F 四立方厘米7020 1本地日志，点击下载，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，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 OWDATAVIDEORRPUSHVIDF00273.2T IMGHTTPNews gtimg.com newsapp ls 0516118642640400 给视频，战报梅西二射二传，巴萨8-2狂胜苏神转射登贝莱破门，时长约1分52秒。腾讯体育9月3日预讯，西甲联赛激战三轮，皇马和巴萨两支球队都拿到了全胜的佳绩，虽然巴尔维的球队净胜球优势领跑西甲，但是西班牙的买卡报指出，本赛季的西甲格局基本上已经定下了基调，皇马和巴萨成为冠军的有力争夺者，而两支西甲巨人在前三轮的很多数据也是非常相似，巴萨与皇马依旧杀得难解难分。在昨天的巴萨比赛前，世界体育报就指出，如果巴萨想登上榜首，那么需要至少净胜对手维斯塔5个球，或者踢出7-3的比分，最终巴萨完成了任务，8-2的比分击败了对手，凭借2个净胜球的优势，巴萨成为了西甲领头羊。虽然巴萨是榜首球队，但是宇宙队和银河战舰的各项数据都非常接近，目前两队都是拿到了9个积分，巴萨的进球数是12个，丢球数是2个，皇马的进球数是10个。丢球数同样达到了2个，在积分榜上排名第3的是塞尔塔，这支球队拿到了7个积分，但是进球数只有5个，西甲其他球队进球数最多的不过是6个。马竞在前三轮拿到1胜1平1负战绩，打入2球，丢掉3球，净胜球居然是到1个。在西甲前三轮，皇马先是2-0击败了赫塔菲，又4-1的比分力克了赫罗纳，第三轮皇马又4-1的比分击败了莱加内斯。在前三轮巴萨也是非常强势，宇宙队先是3-0击败了阿拉维斯，随后1-0的比分击败了巴拉多利德，第三轮巴萨又8-2击败了维斯卡。买卡报的统计数据指出，前三轮比赛皇马的传球次数达到了2375次，巴萨的传球次数是2130次，两支球队也是西甲传球最多的，两支球队的传球成功率也是最高的，皇马达到了 91.16%， 而巴萨达到了 89.06%， 两支西甲球队不仅数据接近，在今夏新援的使用上，皇马主帅洛佩特吉和巴萨主帅巴尔韦德的策略也是非常接近，两大名帅都倾向于使用上个赛季的主力框架，而新援则还没有得到多少出场机会。Brook